大家好，这里是墨江点兵。今天是我第一次尝试用中文来录制一整个视频，如果有口误或者用词不当，请大家指正。一年前，我在 B 站发布了一个关于黄手道的视频，视频中我讨论了我自己对黄手的起源和应用的一些看法。评论区里，很多中国网友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今天这个视频，我就针对之前的黄手道视频做一个介绍，并对网友们的意见做出我的回应。上个视频中，我说黄手有可能来自刀币，并且认为黄手在中国悠久历史中没有特定的用法，大部分的时候它只是传统设计的延续而已。对此，网友们认为，第一，黄手并非起源于刀币。黄手的历史其实比刀币更古老、更复杂。第二，黄手的主要作用是方便人们连绳套挂手腕，和黄手绑在一起，稳定握持，以免掉刀。在做了相关的研究之后，我了解到黄手确实不是来自于刀币。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黄手刀的起源。青铜器时代。有一种刀名叫兽首刀，它的柄首主有野兽的设计，有的就带有空或者环。到了商朝，中原地区及其北部国家与西伯利亚南部地区有一些文化上的交融。据考察，兽首刀的元素就有可能来自于西伯利亚南部的卡拉苏克文化。在这之后，大约在商朝中期。最早的黄手刀终于出现了，而铸造刀柄的石磨则出土于春秋时期燕国。这里我想说明一下，以上观点都来自于相关考古文献，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新的发现，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讲完了黄手的起源，现在我们一起来聊聊黄手的用法。很多网友认为。黄手的一个主要作用是套挂手腕，防止使用的时候掉刀。我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在悠久的中国历史长河里，黄手的主要作用是根据朝代的更替而变化的。不同时期的黄手有不同的用法。最早的青铜黄手刀是小型的工具刀，也叫削刀。这种刀的黄手有三个用法。一是用于装饰，其精细的设计工艺可以显示持刀人的地位；二是方便取用，黄手通过绑带的方式挂在持刀人腰带上；三是黄手缠了腕绳，可以让持刀人持刀更稳定。到了汉代，步兵和骑兵的重要兵器变成了铁黄手刀。考古发现，许多汉代兵卒的雕像。都持有挂手绳的黄手刀，步兵用刀击刺时，如果黄手缠了腕绳，可以避免手划过手柄而被刀刃割伤。骑兵的黄手刀更需要腕绳，因为步兵骑马时会比平时更容易丢刀，要从地上把刀捡起来是不太实际的。在汉代，黄手的另一个作用是将刀挂在墙上。考古发现。山东滕县黄家岭出土了一个汉墓，汉墓里有一处壁雕，其描绘的铁匠铺墙壁上就挂着黄手刀。这把刀是仿制南北朝时期的黄手刀而制成的。这个黄手有两个主要作用，一是方便从鞘里出刀，另外一个是用于装饰。自汉代以后，一直到唐代。黄手的设计变得越来越美观。这把刀的黄手很奢华，可以推测这是一把义刀。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手柄上的铆钉有一个金属的小圆环，这个小圆环是用于吸流速的或者缠腕绳的。这个时候，黄手的作用几乎就只是为了美观。因此，在晚唐时期，人们考虑实用性。很多刀没有了黄手，到了宋代，军队又开始大量的装备黄手刀。宋代的黄手刀跟这把刀一样，
外观设计比较简单，不像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唐代黄绸刀那样繁复细致。宋代还出现了铰马刀这个用双手的、有长柄的，有换手的双手刀，没有铲腕绳，因为双手握持的兵器的力量是足够的。宋代以后，大部分的黄绸刀都是双手刀，到了近代，黄绸刀就变成了大家看到的这种二战大刀。我认为这种刀的黄绸没有实用性，更多是一种传统的延续。总而言之，黄绸这个设计适应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满足了各个时期人们对兵器不同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黄绸在中国刀剑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承。非常感谢大家观看这个视频。如果你对我在视频中借鉴的文献资料感兴趣，可以在视频下方找到相应的信息。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分享你的评论和想法。同时，也非常感谢你们的反馈，你们的反馈能让我了解到更多的历史。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继续探索，那就请加关注，并且一键三连哦。